喂，老同学啊，我都在家等你半天了，怎么还不来呀？啊，正在做计划呢。对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对这次旅行非常重视，你一定得帮我好好做啊。好嘞，等你啊。作为新一代的年轻人，就应该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，可是我对这个旅行一窍不通，无从下手。还好我这个高中同学呀，现在做旅游呢，这不我请他帮忙为我量身定制了一套完美的旅行计划。哎呀，想想都好期待呢。来了。哎，我这同学人呢长得特别帅，关键呢是大个儿，老高了。南北东啊，我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呀。王倩，你疯了？走啊！不是你穿成这样干啥？让我跟你过万圣节去啊？过啥万圣节呀？看不出来吗？旅游必备，今年新款，太阳的后裔。你能不能不恶心我？还太阳的后裔？你赶紧的，你到底有什么事儿？你赶紧说。前几天你在朋友圈说要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，你的旅行怎能无我？走。走啊走啊走啊。你要带我上哪儿啊？去的地方多了，有匈牙利、赫罗马、布鲁塞尔、迪拉纳、波兰、柏林、索菲亚、南斯拉夫、葡萄牙、摩洛哥、赞比亚，还有阿尔及利亚、布隆迪、卡芬达、华盛顿、温哥华、墨西哥、巴拿马、洪都拉斯、尼加拉瓜、也门、巴林、安哥拉、科威特、新加坡、越南、老挝和泰国、瑞士、瑞典、意大利、印度、伊朗、西班牙。你要带我去那些地方呢？这些地方我带你都去不了。那上哪儿？农家院。我这说那个小米粒，你能不能对我温柔点儿啊？要不真的，你想去哪儿我陪你。去哪儿？去哪儿？我也没想好呢。嗯，这不我有一高中同学现在搞旅游呢吗？嗯、我让他为我定制了一套旅游计划，马上就给我送过来了。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赶紧给我回家。哎，那我就更不能走了，我得听听他的计划。如果他的计划没有我的计划好，你就跟我去农家院。完事我还能当你助理，还能那啥给拎包啥的，是吧？瞧你贱样，行吧？嗯，这样啊，等会儿他来了，你不许多嘴，不许不说话，妥妥必须放心吧。小米粒像吗？小米粒。好久不见，老同学。老同学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哎，看见没？人家这才叫太阳的后裔呢，你那叫后裔的太阳。啥意思？啥意思啊？就是你被后裔给射下来了，脸先着的地，摔老惨了。老同学还是那么幽默。你还是那么高。你还那么有劲儿你。老同学。哎，老同学。你说你有。哎呀，好久不见了。对了，对。特别香。咱俩挺长时间没见面了，是吧？哎呀，什么玩意儿是吧？那什么。这谁呀、啊、这是。我帮给你介绍了，这我家邻居王小倩。王小倩。啊。果然够欠。谢夸奖。啊，不客气。啊，正式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姓刘，叫刘蠢蠢。哎，你说你叫啥？刘蠢蠢啊。对，他叫刘蠢蠢，这名萌吧。小米粒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身边的朋友能不能聪明点、啊、不，这位兄弟你可能误会了，我的这个蠢是蠢蠢欲动的蠢。他俩是一个蠢。什么？啊！
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刚才咱聊到什么了？刚才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来，坐。哎呀，哎，老同学啊，你说上学那会儿就咱俩关系最好，是不是？对呀，咱俩总在一块玩游戏，在一块玩。对，那时候哈，我记得你特别爷们儿。对，还这么爷们儿？你呀，就跟小姑娘，人家长得老高。哎呀，是。哎，那时候咱俩最愿玩的游戏叫啥来着？过家家吗？对。过家家，过家家。对，那时候啊，你总演爸，我总演妈。对，你演妈。对，咱俩还有一个同学，叫什么来着？就算不到那个。王强。王强。哎呀，咱俩儿子。是。对呀，大脑瓜子老大了。啥玩意儿？对，完了，突然就跟他长得挺像的啊。是不挺尴尬的？遇上尴尬我不怕，因为我已习惯了。那个兄弟啊，我听小米粒说你对旅行挺在行的哈。不吹嘘的讲，从技校毕业到现在我一直都在旅游。那这些年你没干啥正经事儿啊？不是，我本身从事就是导游这个行业，所以一直在旅游。啊，那恭喜你，我现在成为了你的上帝。怎么说呢？成为了你的客户。现在这位上帝想听听你的旅游计划。行啊，那小米粒儿，我就说说你的旅游计划。说。我为你制定的，那就是豪华泰国7日游，那里水清沙白，那里碧水蓝天，那里的人民很热情，那里的人民好喜欢。尤其是那句萨瓦迪卡更是脍炙人口，所以说我们第一站一定要选择泰国的首都，被誉为天使之城的曼谷。哎，曼谷好啊，我就去曼谷。等会儿啊，你说什么谷？曼谷啊。我这人吧，生活节奏比较快，不想去慢的地方咕溜。不是，我说那曼谷它是个城，那你说什么城市节奏快？农家院啊，上菜可快了。不是，这两个地方没有可比性。怎么就没有可比性呢？你看，你们去曼谷，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一览无余的原始森林。去农家院可以看一望无际的苞米地。不，去曼谷啊，我可以带你们去看各种的佛教寺院。去农家院可以拜各个就是村头的土地庙。去曼谷啊，我可以带你们去亲自骑骑真正的大象。去农家院我可以带你去骑猪。不是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现在此刻我特别的想做一首诗啊。曼谷丛林树围绕，大象猴子少不了，碧海蓝天成一线，你应该叫王小贱。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呢，我也给农家院做首诗啊。青山碧水绿悠悠，微风掠过小河沟，小猪小猪快快跑，蠢蠢马上就到了。不是，小米这是到底谁呀？那是啊，王强，我不让多嘴吗？你该回家。我没多嘴呀，这驴友和驴友之间交流那不让啊。哎，那蠢蠢啊，你不要选我。我这个人声明啊，我最喜欢跟别人交流。好，我现在就让你看看我的专业。哎，我怕你是咋的？没人管你俩。说到专业，我先让你看看我的装备。专业户外登山杖，专业户外登山服，专业户外登山裤，专业户外登山靴，专业，这我妈给我买的吗？嘿，我也让你看看农家院春游必备。青花瓷琉璃小火锅，我爷给我买的麻辣味的调料包，我爷给我买的麻酱味的调料包，我爷给我买的海鲜味的调料包，这是我喜欢吃的榴莲味的调料包。你还榴莲味？哎呀，你还整出榴莲味调料包？我告诉你，泰国就是盛产榴莲的地方。既然你这么说的话，我就让你看看泰国人民的热情。
农家院牛仔卡。行了，你俩可别跳了，让你俩这么一弄，我都不想去了。现在我知道了，年轻人的旅行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规划，要的就是说走就走，要的就是热情。你们两个跟我一起来。小米粒，你选择去哪儿？你选一个挺好的两个地方让你们俩整稀碎，我哪儿都不想去了。等会儿小米粒，你别生气，我不是不让你出国，你看啊，去农家院吧还便宜还接地气，出国多贵呀。那贵我又没有你花钱呢。哈，说了半天原来是钱的问题啊。瞧不起谁呢？钱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没钱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兄弟啊，咱俩也算是不打不相识。咋的？握手言和呀？言和，相见有点恨晚呢。是，哎，其实我说实话哈，我为小米粒打造这套计划不贵，5800块钱，而且你关键提我能打折，打多少啊？5700。你信不信我一大嘴巴子踢你个好歹的？你说你这兄弟老是不听我把话说完，我说的这5700啊，是买一赠一。也就是说5700块钱可以去俩人，比方说你俩就可以一块去啊。那我去泰国，哎，是不是还有名人没？恭喜你还剩俩。嘿，那啥，我今天没揣现金，刷卡行不？我有泡子。哎，小米粒，我给你报名了。我不用你，你不是快点？你王小强，你快点，多你什么呀？我不用我。后悔晚了，就咱俩去泰国，撒瓦迪卡，谢谢你了。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喂，美女。哎，大姐啊，哎，你们这有四舅母家了，啊，还有农家院，哎，还能骑猪，哎，真好玩。行，我现在马上来啊，我去不了了，我去骑猪了。小米粒，小米粒，你咱家猪给你拱了。那个兄弟啊，你看啊，刚才这卡吧是这么刷的，钱进去了。哎，我要这么刷的话，钱是不是能回来？你试试。好像不好使。再借。不用送。泰国豪华骑日游。能看热带森林，能骑大象，原价5700，现价5100，有趣的没？撒巴地卡，有趣的没？五十，二十，快点滚！你都上一边的去吧都。喂，爷爷啊，你搁哪儿呢？在泰国呢，你先别回来。孙子，再请你玩7天。